你認得我啦？乜你識得我嘅咩？識，英國領事館個唐書記啊嘛，英文啦啦聲啊嘛。哦，你係東太舊姑娘。你好，舊姑娘。 認得我啦咩？認得，永業銀行胡老闆嘛。以後我哋做乜嘢，你就跟住做乜嘢。如果唔係啊，大家受苦噶，知道嗎？2012嘅日本語咧，就係ni ni ichi ni。 你記住啦，係ni ni ichi ni啊！老闆啊，搬咁多磚頭嚟做乜嘢？你唔好問咁多，我哋做咩，你做乜嘢啦？ 起身，起身，起身，起身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嗯，知道了吗？おはよう。我哋话桥基本紧得。英国多少？一千一千零二，一千零零二，一千。一千零零二。古兰，你都冇多咁教啦，二零一二日文点讲啊？二零一千二啊！ 一千一千呢？哈子，你呢？一千呢？什么事啦？我罗，哪里有约定？所以话你讲个在内，一加一万。佢话你讲得唔正啊，要你讲一百次啊。一加一万。可以，我基本计噶啦，来，说咱们要输啦。系，说上。冇事啦，冇事啦。 哇！高姑娘，等阵你见到我哋做乜，你就做乜。坐上，干巴爹就得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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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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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今日嚟系要揾晴晴。啊，长官，你应该早啲嚟啊嘛，晴晴佢西关啊，佢今晚唔翻嚟瞓噶啦。我知道晴晴喺依度，因为我喺楼下见到佢架单车。晴晴，晴晴。
冰晶，我今日嚟系想话俾你听，我听日就要坐船去香港，你会唔会嚟送我船？我知道你一定会嚟，因为我帮你做咗咁多嘢，我相信你绝对唔会咁样对你呢位朋友，系咪？系嘅，我听日送你船。咁讲过就系噶啦，听朝八点西江码头见。到时我有一样嘢想送俾你，同埋我有样嘢想同你讲。听朝见。听朝见。咁多位，再见。再会，再会。晴晴啊，你唔系谂住听朝送呢个萝卜头船啊嘛？晴晴，你唔可以去噶。盲記都睇得出佢對你有企圖啊！假死都唔好去啊！晴晴，嗰啲蘿蔔頭乜嘢都做得出，分分鐘拉埋你上船噶。唔去會唔會得罪個蘿蔔頭噶？個蘿蔔頭好高級噶，如果激嬲咗佢，佢留翻喺廣州唔去香港，我哋死都唔掂啊！咩啊？晴晴啊，佢有冇講話走咗之後幾時會翻嚟啊？冇啊，佢冇講過。哎呀！晴晴，總之你一定唔可以去。聽晚我會同你揾丁師傅。當然不好啦，不如你揾個第二個幫你手啦。啊，丁師傅，唔該你啊，你好人士，你幫下我啦。你唔幫我，我交我今晚瞓都瞓唔著啊。丁師傅幫下手啦。咁又係，惹咗啲蘿蔔頭啊，係人都會驚頭髮都白嘅。不過咁，我幫咗你哋，你千祈唔好害我。你知唔知亂咁打電話去司令部會？知。我哋知，你放心。唔會嘅，唔會。唔會嘅。好啦，咁。老闆生。唔該曬。もしもし、ちょうど申しますが、向かいまま達也捜査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？私は友人なんですけど、あ、そうですか。では、いつか公衆には戻られるか、ご存知でしょうか？あ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個蘿蔔頭走咗啦，仲話一兩年內都唔會再翻嚟廣州添。多謝曬你啊，丁師傅！多謝丁師傅！多謝丁師傅！十月七日晴天，向山大也終於都走咗啦。自從識咗佢之後，我就好似比較大石壓住咗咁，而家輕鬆曬啦。呢種感覺真係好啊！希望我哋國家快啲打勝仗，以後都唔想再見到啲日本人，一個都唔想再見到。十月十日。阴天，虽然赵队长话阿哥唔会再写信俾我哋，但系我每日都会行去信箱度望一望。可惜今日收到嘅唔系阿哥嘅信，而系向山大也嘅明信片啊！佢话佢喺码头等到最后一秒钟先至肯上船，佢话佢好挂住我，佢话一定会再同我见面。十月十二日晴天。洋洋佢哋喺差馆收到消息，九姑娘俾啲日本人拉咗去集中营啊！九姑娘啊，你一定要过到呢一关啊！太多怀疑啦！我哋话 ，Kill Kicking 嘅话呢个啦，好狠得嘅，我今次话 Last。人工到咗，一起啦，逆山，一起落过山，一起。一起你救用，一起咱俩用，一起一起搞老救，一起用他几山，一起救你你，一起他几山用，一起勾勾一起，一起你一起用，一起咱俩落山，一起咱俩用你，一起咱俩哈几，你那一起你。もう一度。叫你讲多次啦，你那一起。不该有咯，我哋拿落口头包，算到付你十一点，是你太恶噶。你同我话俾佢听，我啱啱嚟集中营噶咋。すいません、少佐。彼女は収容所に入ったばっかりで、自分の番号も習ったところです。我哋らは占領して、誰も立つのに、日本語ちゃんと習れないのか。一家人太弱，阿 B 先自己咯，说句实话啦，师长。哎。
梁老师，梁老师，你同佢讲，你问我系向山大众嘅朋友，佢叫我入你度攞一个礼拜嘅咋。如果我死咗喺度，佢要负责噶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の彼女は大さんの友人で、もし死んでしまったら責任を取ら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。お前は大さんの友人か。ご飯を寄せてあげよう。ご飯を取ってくれ。はい。一路路，要你滚，滚！不杀我，你杀他喽！什么不喽？你就干过太上的了，一百一都有听我开的吧？我买的吧，可能铁路那时候大多是大洋人。佢哋有冇虐待你啊？佢哋有冇逼你做苦工？挨唔挨得住啊？挨唔挨得住？你哋话咧？外面嘅情况而家点啊？啲盟军少咗嚟轰炸，啲物资越嚟越短缺，外面嗰啲鱼满天飞，所以家家户户都搏命储起晒啲粮食。你哋有冇人见过我阿爸？知唔知我阿爸点啊？我对东坦问过。君爷入咗医院，我哋放心，听讲冇乜大碍。九姑娘，你面色好差，你系咪有病啊？冇挨得住嘅，嗰个响山铁也罗把头，佢净系想吓吓我嘅啫，所以应该好快可以出得翻去。你哋有冇见过丽华？你帮我去找他，叫他尽快来见一见我。好。大嫂，彼女就话那是一家的说的是。看你错了。点啊？系咪去集中营探望个九姑娘噶？鬼知死啦！叫你哋过来揾我求情咧。大嫂，你误会啦。我哋今次嚟，其实系想讲个事实俾你听。咩事实啊？事实就系广州唔系你想象咁，只系得一个鸦片烟大王。咁仲有边个咧？仲有我啦。其实九妹好多嘢都喺我身上学翻嚟嘅啫。系咩？如果大嫂你信得过我嘅，我好愿意为皇军效劳。姐夫。大哥，大哥，九妹卒之可以大步揽过，我哋翳掂个萝卜头，唔杀佢啦。吓？咁几时先放人先得噶？边度有咁容易放人噶？能够保住条命都算系万幸噶啦。头先系喜姐啊，应承个成箩条件佢先至肯。你应承咗咩条件啊？个萝卜头话佢对九妹冇晒信心，佢要我代替九妹揸翻支大旗，率领我哋东泰门生同佢搞鸦片生意。咁咪即系叫你做汉奸？阿九妹已经俾人话系大汉奸啦，光复之后都唔知会唔会俾人清算嘅。而家拖埋你落水，
你应承咗佢未噶？当我唔应承咩？我有得拣咩？算啦，大哥，我都几廿岁咯，清算咪清算咯，做汉奸就做汉奸啦，冇嘢紧要得过我哋九妹条命啊！唉，我呢条老命仲撑得住下嘅，呢个恶名等我嚟孭把啦。大哥啊，你咁嘅身子又点撑啊？不如咁啦，如果你有咩吩咐嘅，等丽华做你代表咯。我？大哥啊，横掂你都咁信佢，而且成日想揾机会提拔佢，系咪？咁啊系，姐夫，你点啊？我有晕啊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小心！哎，你揸主意啦，你话点就点啊！咁你好好地休息下，唔好操心啦吓。丽华，听日我会召集班叔父开个大会，到时你都要出席，我都要出席。你听唔到咩？剛才君爺吩咐過你做他的代表嘛。哦，先至嚟探我，君爷病咗，我要睇住佢行唔开啊嘛。丽华，我一时间出唔到去睇住你，所以我有啲嘢一定要亲自同你讲。你记唔记得你自己一份子，应承过你阿妈啲乜？我派过阿妈咁多次，我讲过咁多嘢，我边记得讲过啲咩啫？你应承过佢，你唔再任性，唔贪慕虚荣，唔做一件令佢伤心嘅事。我几时做过一件令佢伤心嘅事啊？阿炳烟铲求你揾过我，连佢都睇到你同阿爸有啲唔寻常。我同君爷唔寻常？个烟铲求系咪傻噶？佢黐线噶？好啊，咁唔讲烟铲求啊，讲我亲眼见到，我喺防空洞都见过你同阿爸。拖手拖脚，你哋嘅言行举止根本都唔似一个护士同一个病人噶啦。我一直以为最清楚我嗰个，但我估唔到连你都咁谂。你话我唔可以俾你做错事噶。得啦，你唔好再讲啦，我认啊，我认晒啊，我生出嚟就系贪慕虚荣噶啦。我呢一个人咧，唔识得珍惜幸福噶。我贪下君爷龙头大佬，所以黐住佢绑嘴啊嘛，系咪啊？系啊，你话咩就咩啦，我唔出嘴同你讲，又唔出同你拗啊！丽华，丽华，李姐，各位叔父，各位兄弟好吓，哎，坐，哎。每年到咗年尾咧，我啊感觉特别唏嘘。大家记唔记得啊？年年嘅尾牙咧，我哋梗系包咗成间五层楼，直落五层楼都系我哋东泰嘅门生。咁啊，大哥派花红嗰阵时啊，嗰啲笑声啊、欢呼声啊，真系响到成条街都震晒啊！唉，不过自从嗰啲萝卜头嚟咗之后，冇呢支歌仔唱啦啊！所以大哥吩咐我，叫我同大家食翻餐饭就补翻数。喜姐，君爷嘅身体点啊？啲血压好翻啲未？九姑娘嘅情况点啊？系咯，九姑娘点啊？有心有心，君爷嘅身体冇乜大碍，九姑娘喺集中营都冇乜点。今日我叫大家嚟咧，系有一件事同大家宣布嘅。由听日开始，我会出翻嚟东泰，揸翻支大旗，带领住大家。我要同大家再搞好鸦片烟呢盘生意，搞大佢，搞好佢。其
我忍辱负重，同啲日本仔合作。我系有三个原因嘅：一系救人，九妹都系其中一个；二系救啲细路哥。呢几年嚟， 我一共就救咗1,200,85个细路哥落香港，有啲系去咗澳门，不过我仲要救落去嘅。三，呢场仗一定系越打越激烈，到时有冇饭食大家都唔知嘅，所以我有责任要令到各位兄弟有碗饭食。可能大家都会有啲担心，我哋同日本仔合作， 万一日本打输咗呢场仗，我哋岂不是系汉奸，就会俾人清算咯？不过大家放心，我对住灯火发誓，将来有饭食，大家兄弟食先，有钱揾就各位兄弟揾先，要俾人闹汉奸，咪闹我姓郑嘅咯？俾人清算，清算我。我第一个支持喜姐，为喜姐马首是瞻。 我支持喜姐，我支持喜姐，支持喜姐，支持喜姐，好，支持喜姐。多谢大家啊！不过今日我仲有一个人想介绍俾大家识嘅，呢个人好年轻嘅，亦都会系将来我哋东泰嘅栋梁之才。丽华，起身同各位叔父打个招呼啦。我。 姐，你做咩咁迟先至嚟揾我啊？你即刻帮我打电话去司令部，你同向山铁也讲，你话我已经谂好晒全盘计划，点样可以帮佢赚多啲钱？九姑娘啊，太迟啦！点解啊？因为喜姐已经代替咗你，佢帮我向山铁也搞一片烟股，佢哋一拍即合，我谂向山铁也唔再需要你，唔会再听你电话噶啦。咁点解你唔早啲电话俾我知啊？ 喜姐，佢正一系只老狐狸嚟嘅，佢叫我去广西150斤鸦片烟嚟氹啲日本仔，等佢哋唔使虐待你。点知两个礼拜后我翻到嚟，咩都变晒，烟铲球、石叔佢哋冚唪唥都企喺佢嗰边。快啲翻去叫丽华嚟见我。丽华都唔会嚟，佢依家净系听阿喜姐讲嘅啫，佢依家做咗东泰话事人之一，仲话佢个说话就系军爷嘅说话。 你头先有冇见到民军嘅军炸机点样飞过噶？冇啊！头先嘅军炸机系 V 字形咁样飞过噶。V 字即系英文 victory 嘅简写，意思即系胜利。胜利，明白打胜仗。冇错，一定要打咗胜仗，而且好大嘅胜仗。喺外国住咗咁耐，所以我知道噶。我哋挨苦挨够啦，呢个 V 字好快就会出现 victory。 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だ。行くから帰ってきます。勝利スタート。触ります。いいぞ。よ。レンガは準備しなくていいぞ。こいつも来ると。レンガはどっちが硬いか、ちょっと確かめたい。はい。お母様だ。
你哋冇趣，听我讲，崔振伯伯牺牲嘅咋，个个面睇下。 卡拉特卡罗，我呢啲卡特巴，你家死得一路。阿拉斯泰，我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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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同我换件衫，我去集中营度睇九妹。君爷唔得啊，喜姐讲过我哋唔可以揾九姨噶。我净系发咗个梦，九妹要我去救佢啊！而家成个广州大部分人都唔够嘢食，何况喺集中营啊！同我攞件衫嚟啦，我要去睇九妹。唔系啊，君爷啊，大哥，我咪同你讲过咯，我叫你唔好去探九妹噶嘛。我要接济佢啊！唔好去啊！ 我啱啱先见过向山铁也，佢话九妹骗子呃过佢，佢真系好嬲啊！话明唔准去接济佢，如果唔系佢即刻冇命啊！系啊，姐夫唔去得噶，咁点算啊？君儿啊，我唔系郑家人嚟噶嘛，我去咪得咯？丽华，你要我讲几多次你先明啊？九妹系我侄女嚟噶，我唔紧张佢咩？大哥啊，而家我哋忍耐一下，九妹仲有一线生机。 点话得埋啫？话唔定听日光复咧。但若果而家我哋唔忍嘅，九妹就会即刻冇命啊！咁你哋明唔明啊？九姑娘，我哋拎嘢俾你食啊！ 你睇楼梯，我哋带佢嚟。嚟，嚟，嚟！哎，九姑娘啊！九姑娘啊！你放佢哋坐先得，赶紧摆落啊！你睇住啊！你睇住啊！你唔使咁啊！ 走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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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你唔可以就咁攞去嘅，咁样斩就俾佢哋抢晒嘅啫。咁点算啊？我有办法。呢封信系写俾我一个生死之交刘醒修噶，我知道真系好难可以送到俾佢，但系如果真系咁侥幸俾有心人执到，咁麻烦你代我将呢封信送俾佢。佢以前系喺白云区警察局嗰度做刑侦队长，刘醒。你好吗？你的伤势好了没有？你在大后方的日子过得好吗？集中营真是一笪鬼地方，这里比我想象中更加惨。有早到晚唯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睡着了或者是饿到晕了的时候，发梦见到你伤势已经好翻，在大后方生活得好好，但愿我的梦境是真的。我小个读书的时候，老师和书本都告诉我，这个世界是有主宰的，人是平等的，一切都是公平的。七八年前日本人的飞机炸到我们的城市拥拥烂烂，满街都是走难的人，满街都是死尸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错事，更加没有冒犯那些日本人，这样叫做公平吗？由那时开始，我们出街见亲日本军人就要向他们九十度鞠躬，不鞠躬就会被他们拳打脚踢，甚至当街打死。人不是平等的吗？这样叫做公平吗？在集中营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学讲日文，不然就没有饭吃。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来的，为什么他们不学中文？这样叫做公平吗？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主宰，为什么他们会容许这么多不公平的事，这么多苦难发生？刘醒，我很想撑，但是我真的撑不住。我每一天都发几次冷，发几次笑，我想我患上了弱疾，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回望我的一生，我好遗憾不能够见到我们的国家光复，也都好遗憾不能够教好我恩人的女儿。
开心嘅，系我终于成功救咗你翻去大后方，以后都唔使再拖累你呢一个好朋友啦。刘成啊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同你有一个约定噶？将来如果因为战争失去咗联络，我哋就去教堂嗰度见面。间教堂冇事又好，渣到庸庸难难都好，我哋都要喺嗰度见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刘醒啊，到国家光复嗰日，你可唔可以去嗰度？唉，大声咁话俾我听，我会听到噶。你嘅生死之交，够孤冷。好走啊！哎，德哥，你哋点睇呢场仗？啊，有乜点睇啊？捉多几个游击队，领多几百人军票，喺屋企储多啲米咪得啦。唔系咧，我哋捉埋咁多游击队，万一日本仔打输场仗，将来我哋好唔得面噶。贪心啊！杀一个游击队又系汉奸，杀十个都系汉奸，咩分别啫？有回事？你两个孤家寡人梗系唔惊啦，我大仔得岁半咋，我老婆仲台院第二胎噶，少担心啦，呢场仗仲有排打。系啦，总之今朝有酒就今朝醉。阿华哥，阿华哥，喂，唔系咁啊？你唔系啊嘛？醉成咁起身，喂，你咪咁渣啊嘛？起身啦，嚟啊，喂，起身啊，喂。德哥，你又吹成咁，起身啦喂！大佬，我同你无冤无仇，唔好开枪。梁非凡，我唔识你噶，你唔好杀我啊！就算我而家唔杀你，几个月之后，萝卜头就会战败，到时你呢啲汉奸死得仲惨。我被逼做汉奸噶咋，冇人天生就想做汉奸噶。我求你放过我，我唔想死啊！你唔想死就帮我一个忙。我知道你同集中营嗰啲萝卜头有啲交情，我想你帮我同几个兄弟混入集中营里边，我想入去做啲嘢。